当今文学家陶渊明所写的《桃花源记》所描述的是有一名渔夫进入到桃花源，赞叹参像仙境同款的美景，阁有居民的快乐生活。伊对进入去伫个嘉义铁道艺术村的五号仓库所登场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水墨各点，画家大家伊相当介意毛笔伫个纸顶行行的感觉，有一种期盼着自由畅游着水墨世界的态度。所以以《桃花源记》来作为创作的主题，展现自由热情的风格，十分值得欣赏。1966年，在嘉义出世的段嘉义，现在在嘉义高中美术班担任美术教师。对西班牙留学取得博士学位，回来台湾的伊，最目创作追求的是参像《桃花源记》同款悠悠自在的态度。伊伫咧进入去在嘉义铁道艺术村五号仓库登场的《桃花源记》最目个展，伊所要传达的就是伫咧最目创作当中来探寻心中《桃花源记》的状态。在展览当中，真侪的画作拢是以随手画出的创意思维，嘛为传统的水墨画创造新一站的时代意义。大家以《桃花源记》水墨个展对进入去在铁道艺术村登场，参展作品是最近这几冬来作者对着创作的缩影，作品风格自由热情，充满着创意，相当值得嘉义水墨艺术民众前往欣赏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。